大夫，我家小姐如何了？小姐忧思过度，气血逆行，好好静养即可。前几个大夫也这么说，可我家小姐已经休养好几日了，为何迟迟不见好转？这个你先安心，这位大夫是我请来的名医，诊断不会有差错。况且病去如抽丝，康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你先跟大夫拿方子去吧。是。而且这荷包你还留着呢，不如我帮你保管吗？这是四爷的。他人都不在，你还留着这荷包干什么？反正今后的日子都是我陪着你，你把它给我。而且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对我有诸多误解，但在我心里你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也是你最值得依靠的。今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满足你。你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会时常来看你的。大夫，桑吉的病症到什么程度了？除了激活攻心外，从脉象诊断有邪毒入侵的征兆。公子，进行的可顺利？公子，属下无能，严三郎已经解决，可是燕云芝他受伤坠崖，至今尚未找到踪迹。哦，只找到这个他随身携带的荷包。吉木，把之前前九留下的那个白瓷瓶拿给我。